嗱咁啊我哋其實咧，主耶穌嚟到呢個地上咧，佢其實係不停咁介紹佢自己咧，係神嘅兒子啊。當然啦，我哋講到佢其他嘅地方嘅時候咧，亦都有佢有其他嘅身份嘅。咁喺整個嘅福音三道門裏面嘅咧，其實針對嘅問題係咩嘢咧？針對嘅問題就係點樣可以證明到耶穌係神嘅兒子嘅身份？咁咧，全部咧集中喺耶穌佢所施行嘅神蹟奇事，因為神蹟奇事咧冇得解嘅啊。咁但係我哋點解可以知道佢係真係有冇發生過咧？定係作出嚟嘅咧？咁其實就睇佢身邊嘅三部分嘅人，第一部分就係佢門徒啦，第二部分咧就係佢嘅嗰啲信徒啊，神蹟嘅受益者，佢哋一夜之間能夠轉化成為基督徒，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好龐大嘅工作嚟嘅。咁亦都背後咧觸發點咧就係耶穌佢好行過好多神蹟，影響過好多人，所以咧啲人到某一個時間咧，俾耶穌聚集埋一齊，一觸即發，就基督教咧就喺耶穌死咗之後，突然間誕生出嚟，係好龐大嘅，歷史上冇出現過一個咁嘅事。不過咧，最有力嘅證據其實喺邊度咧？其實就係喺耶穌佢嘅要殺害佢嘅敵人嗰度。就是猶太教的領袖，猶太教的領袖最終是殺了耶穌。如果我們因為我們沒有時間考證所有的方向，福音三道門其實主要針對著這三堆人他們自己眼中看到的事是不是真的好像聖經上面講的那麼奇怪那麼神怪呢？真是死人復活啊，瘸腿的行走啊，盲的又看見啊，得著醫治，是不是真的這麼神奇呢？在這裡我們只講一件，就是關於耶穌他為什麼會被這班猶太教的領袖殺死。反問過來，耶穌可不可以避免這個結局呢？避免被這班人殺死的結局呢？大家要知道，耶穌一出來 行事，譬如今天我們讀的約翰福音五章十八節裡面就說，他說為什麼人要殺耶穌呢？就是因為他們認為耶穌不守安息日，還有他耶穌最大頭痛的問題就是他爭取與神同等，他爭取與神同等啊，他赦罪啊，這些呢他說他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他又說到他是阿伯拉罕見他的時候幾乎要擔張凳給他坐啊，或者是他摩西呢其實都幫我而已，第一時告你們的就是摩西就不是我 他實際上幫我寫那個摩西五經和律法而已即是再呢，其實耶穌是不停地強調他用什麼身份來到跟這些猶太人相處，到他死上去耶路撒冷準備受死的時候，他亦都是說這些兇惡的緣故，天父就派了他立原主諗住派我的獨生子來，即是他自己呢，其實那裡的裡面亦都是講到就是耶穌他的身份就是原主的獨生子，那其實他不又是說即是他用比喻用暗示来到去讲我就是神的儿子，有神的能力，那这些我们其他的譬如叫拉撒路复活呢，复活之前呢也都说，要在场的人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他，是指他的，是指他的解释，那他跟犹太人结怨呢又在哪个时候开始呢？當然最早的時間，主要都是不守安息日的時候呢，他就說人只是安息的主，他為我設立的安息日是叫人能夠得到安息的，是為我設立的，其實他是在
同舊約裏面咧係有相沖嘅啊。咁好啦，但係最明顯嘅一次嘅衝突嘅開始喺邊度咧？就係、是、耶穌佢醫治癱子嗰陣時咧，耶穌已經有少少名望啦。點解咧？點解我哋知道耶穌有少少名望咧？因為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咧，地區嘅猶太教領袖咧，係先知先覺咁，一聽到耶穌嚟咗，即刻就走入間屋裏面，就同耶穌相聚啊！佢醫治，但係咧間屋咧後來咧點解塞滿曬人啊？因為耶穌已經有聲望，而且耶穌咧亦都唔係佢其實揾人敲鑼打鼓嘅，俾人知道嘅，因為佢要專登叫呢班地區嘅猶太教領袖入埋間屋裏面。嗱，你諗下，後來嗰個四個朋友抬住個毯子係入唔到屋嘅，咁即係話入到屋嗰幾個猶太教嘅領袖係專登嚟嘅，佢哋唔係哦你啊咁啊好啦咁啊睇下入唔入到去啦，唔係佢哋一早耶穌一踏入個城。他已經知道了，即刻就跟，所以那時耶穌已經跟他們有一定的衝突，但是在那個衝突裡面，耶穌也都知道他們在場，他所以就說，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後才叫你，拿你的褥子起來，行走，那耶穌說這個的次序呢，如果耶穌騙神騙鬼，就有個什麼問題呢？他當然看下場戲做唔做得到啊？哦、啊，見到佢嗱、啊，就如果我扮咧，我就會話你起來行走哦、啊，起唔到嘅，算啦。咁我諗個辦法摸下你，跟住誒晚上再起來啦。咁我走人啦。但係耶穌唔係喎，佢話一見你一叫起來行走哦、啊，行到啊。咁誒嗱，我而家我話俾你聽，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啊、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做的，耶稣的次序是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而且他还专门停在这里跟在场的犹太教领袖说，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是吗？说哪样东西，其实耶稣就反问他们，说哪样东西，其实不是一样，但是问题就是要叫你们知道神的荣耀、啊、要叫你们知道呢，赦罪的权柄已经赐了给他，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耶稣作这个安排呢，是专登来到告诉这班人听、我是神的儿子，我有与神同等的能力，我可以赦罪。就是这一句说话就得罪所有人。犹太教的领袖呢，他们是地方领袖来的。如果耶稣呢请林妓呢，在当地没个毯子请个林妓呢，他们一定知道的。因为是耶稣自己走去不同的城镇到进行神迹和教训人。所以地区领袖呢不会被他们骗到的。啊、他们耶稣也不可以请林妓。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穌赦免了他的罪之後，不是立刻叫他毯子好，而是說他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啊、知道他們認為耶穌是亵渎神。但是耶穌正正就是在這一次裡面，他就是要告訴這一班人，是正面告訴人，我是神的兒子，我有赦罪的權柄，我與神同等、啊、所以當說了之後，如果耶穌叫不到這個人起身起來行走，那這個就大件事了，這個對耶穌就大件事，對文士法利賽人這些宗教領袖呢，就是 一身都安樂了，你這個假冒的，唉，不要緊，你說什麼就當你癲佬一樣，他們就不會累積、啊、不會累積那個計策。他在这个之后呢，他们是不停地将设给耶稣的陷阱升级的。因为有一个陷阱就是他拿淫妇之拦主的故事里面。
那個拿淫婦之男主的故事呢，又是一個很大型的製作來的，因為他們是班齊人馬，亦都捉了一個淫婦，然後呢就他們亦都知道耶穌會在哪裡講到，因為耶穌前一日在這裡，那今日他亦都會預計他會在這裡，所以這些呢其實他們是已經知道，而且他們想好條橋，就是說主啊，這個夫子，這個女人呢是他行淫犯罪的時候我們捉到他的，那你以為應該怎麼處理 那這班人咁講嘅時候，耶穌喺地上畫緊字，我哋唔知佢畫咩字。不過耶穌似乎唔應佢哋，咁然後佢哋驚耶穌走得啦，唔答咁就走咗去。耶穌就話：佢哋就話再催逼耶穌就話：根據摩西嘅律法，我哋應該用石頭打死佢嘅。夫子，夫子，你答下我哋，用定唔用？嗱，用呢打死了之後呢，猶太人沒有殺人的權柄的，一定是賴耶穌說他煽動人 殺了這個女人的。如果說 不打死 不好啊， 你犯了羅馬的律法嘛，是吧？這樣的情況，那班人呢他們有足夠的人數的，每人都拿一塊石就扔死耶穌才算。那誰打死耶穌？不知道，他終於被人打死了，是吧？所以這條計呢是基本上是設計的人他都沒有辦法破解的。所以 有時候在這裡我們都看到呢，有些人說呢聖經呢是被門徒 改編，被門徒寫寫下越寫越神怪。我只是問你這件事，就是問這個比喻，那你作為門徒，你如果要改編的，你怎麼改編？你有什麼辦法破解？這個計謀啊，基本上是設計者他都想不到破解的方法的，但是耶穌跟著才慢慢站起來，他說你們當中哪一個沒有犯過罪的先拿起石頭啊，扔他啊。跟著他耶穌處理得很好，他真的不挖住人免至他們老羞成怒，是有沒有理沒理就扔了你，因為他要觸發那些人的良心，他的人其實 有少少良心剩下的，因為他們始終都是在人看來是德高望重很正面的人的。耶穌給機會他們再蹲下寫字，然後他們的人呢是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離開了。為什麼從老到少呢？因為設計者那個人的智慧相當之高，我都說這個陷阱基本上是沒有，他的門徒是破解不到的，他也都沒有這樣的智能去想出這麼高超的陷阱，甚至是設計者都破解不到。所以你就看到耶穌在這裡是他的智慧是多麼超凡，控制那個反應控制得多麼好，每一個人從老到少見到師傅走了，知道當然是師傅 有問題，跟著他自己都正經雞走了。然後耶穌才站起身來，他跟個女人說有沒有人定你的罪啊？女人說沒有。耶穌然後才告訴他他的身份，我也不定你的罪。其實在場的沒有犯罪的，耶穌開出來的條件沒有犯罪的先拿起石頭扔他，他就是在場唯一一個。所以你就看見這裡耶穌不單止化解了問題，他仍然化解了陷阱，他仍然是說，他仍然在那個過程裡面，他說我就是神啊，我就是神的兒子啊，我有赦罪的權柄，我也都沒有犯過罪，我是有咁嘅身份，所以你就睇见咧喺呢度咧，猶太人對耶穌嗰個衝突啊，係一路一路咁升級，而喺嗰個升級裏面咧，佢哋亦都係只要佢哋揾到耶穌，頭先如果耶穌唔識答問題，一答錯咗，咁個故事就完噶啦，仲有耶穌。譬如他們拿來問的，
復活的時候啲人係點㗎？有冇復活㗎？其實佢哋背後意思就有冇復活。咁但係如果喺嗰個有冇復活裡面，其實呢個問題咧，亦都係佢哋當中嘅人咧唔識解答嘅。但係耶穌好簡單，你聖經都講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嘅神。如果啲人死咗唔復活，你叫佢做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嘅神做乜啊？大家都死咗，跟住又冇下文啦。唉，咁你不如我哋喺呢度吃吃喝喝玩樂一生，咁咪仲好咯，係咪啊？所以喺呢度咧，再加埋咧以後之後咧，其實呢班民事同埋地區嘅最初係地區嘅民事同埋法利賽人嘅領袖咧，即係宗教領袖咧，係去尋找耶穌嘅把柄嘅。後來咧就係、是、大規模一啲嘅設計，尤其是喺中央，即係耶路撒冷落嚟嘅民事同埋法利賽人。咁呢啲人咧，後來冇真係冇辦法揾到耶穌嘅把柄啦。咁點算啊？佢話：你靠鬼王別西卜嘅權力改鬼，即係是但一個理由。總言之，你就唔係神啦。啊，所以佢哋其實佢哋個勁咁啊，結果俾耶穌嚴重警告啊。咁啊，不過呢啲唔好講啦。嗱，所以佢哋其實不停咁衝擊耶穌嘅。只要他们找到耶稣在这么多的神迹奇事里面有一件是造假，那你又不用杀耶稣了，他不攻自破，是吧？他都是其中一个癫人，是吧？不过他癫得浑循一点，懂得组织一下人造假。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说耶稣之所以被杀，五章十八节，完全是因为他争取与神同等。他宣稱他是神的兒子，有赦罪的權柄，他用明示、暗示、比喻、正面講，他不同的方法都是這樣說。甚至他死在他被這個當年的大祭司審問的時候，他說你是不是那個你是不是那個的可稱重者的兒子基督，不是，又是同一個罪名。耶穌就答咗係啊，咁就大祭司就唔再審啦，唔使再用見證人啦。佢去比拉多就梗係要屈耶穌有啲實際嘅嘢啦，因為你宗教裡面嗰啲比拉多就唔理你，唔當係一種罪名噶嘛。但係耶穌去到大祭司個面前受審，唯一嘅罪名就係、是。他承認他是神的兒子。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就在這裡，我們看到耶穌其實是否可以不死呢？只要他不宣稱他是神的兒子，他宣稱他是基督無所謂，因為他們猶太人大部分都期望基督會來的，而耶穌所行的神蹟奇事是足夠他成為一個基督，成為一個有身份、有地位、有名誉、有权势的人。他们甚至可以，这个祭司长他们一班人甚至可以捧他高过当其时所有他们自己的身份，只要耶稣不认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就看见这个耶稣呢，他所有的神迹，其实呢你看，即是我在福音三文里面我都提过了，你用心去看和不用心去看，都應該睇到每一件神蹟背後，耶穌都係明示暗示，講比喻嚟到宣稱佢嘅神性身份嘅。不過好奇怪，就係我包括自己在內睇咁多次，都真係係最近先發覺嘅啫。所以你發覺你睇到嘅時候，你就發覺極其震撼。點解耶穌需要有咁嘅身份咧？因為如果耶穌佢不是神的身份，他在十字架，他只是以人的身份，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公开，他没有办法执行他以前所承诺的救恩。你看我们今天信主几方面，祈祷一下，感谢主，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求主耶稣赦免，因为你拯救了我们，流了宝血，咁就信咗主㗎喇喎，咁就得着救恩㗎喇喎，係咁簡單㗎喎。但係
嗰、那個背後執行合約嘅人點啊？你要佢唔死先得㗎，你要佢有能力先得㗎嘛。啊，所以耶穌佢本身咧，佢唔單止佢自己帶住門徒證明佢真係喺佢哋面前死咗。啊，彼得三次不認主啦，我哋成日都最近禱告，佢證明佢自己死咗。佢亦都喺之前拉撒路後拉撒路死曬埋葬咗幾日，佢先至到達現場。佢亦都係要向當其時喺耶路撒冷派過嚟埋葬幫手埋葬拉撒路嘅人，佢一齊睇住嗱，你哋幫佢埋葬啦，包扎啊，清洗屍身啊，掹下嗰啲頭髮啊，報下一戰之仇啊，諸如此類啊，私人恩怨好到死咗。埋葬你有份拱佢入去，当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嚟嘅时候，耶稣一祷告，哇！你觉得你会唔会好震撼啊？我觉得极其震撼。所以当其时有好些犹太人喺耶路撒冷上嚟嘅，即时信咗耶稣，即时信咗耶稣系神嘅儿子啊！因为耶稣公开祷告嘅时候，就系叫呢班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耶稣所做的事其实全部就是为了要什么呢？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从耶稣最终被杀的理由和他最终被杀被这班犹太教领袖所杀这一条线里面，这个行为心理里面，我们就看得到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是实实在在真真实实。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真的愿意帮助弟兄姊妹去了解到 这个就是那个背后的逻辑，是一个 很强而有力的逻辑。 我读科学的， 我很了解进化论，我也都了解相对论。在这一切里面呢，科學裡面咧，佢冇佢探索嘅問題唔係依個唔係呢啲歷史裡面嘅證據啊，因為喺耶穌佢所做嘅咧係一個歷史裡面做出嚟嘅事情，佢震動咗當其時所有嘅同代嘅人，包括猶太教領袖、猶太人佢嘅門徒，所以係藉著呢一啲。我们就充分看到耶稣当其时所行的神迹是几咁真实，没办法作出来的，作不到的，没有哪个人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你看回他的神迹其事，他似乎掌管着生死，他也都应许过我们要有救恩。所以在这里我是希望帮助大家了解到当中的逻辑，但是我们不要牵涉到太远关于科学的方面，我也都很乐意为大家做一点祈祷，但决志就交回给教会了，不然教会说我的决志有时候可能不够齐全，那就不好了，是吧？那我们担当不起，我们都是主耶稣的仆人，是吧？好，亲爱的顶，亲爱的主，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么简单咁短時間嘅聚會同埋嚟到分享交通，求天父都俾我哋心靈嘅眼睛得以看見你就係基督，係永生神嘅兒子，並且你嚟到世界上震撼咗當其時一代嘅幾方面嘅人，叫佢哋都看見你嘅神能同埋你嘅能力超乎所能夠想像所能夠證實的，但是卻是深刻的印在所有當其時的人的心裡面。並且求天父真的帶領我們在這個信仰認識耶穌的題目上面，能夠更加進一步看見你是我們個人的救主，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著叫我們得著救恩。我們這樣禱告奉靠耶穌基督聖名祈禱，阿門。咁啊，所以。